刚刚呢是从自己家里面工地出来，最近我的工地 fashion 就是这样裹个大羽绒服就完成了。然后这是我挖掘的一家神秘小店，非常好吃。那这是我最近挖掘一个神秘小店里面的肉松小贝，还有那个奶枣，我给他邮寄了好多朋友，就尤其是 IG 的朋友啊，然后圈内还有那个法布雷的一些朋友啊，就是雷雷俱乐部的一些朋友，收获了一致好评。然后他们都问是哪里买的，其实是泰昌一个神秘的小店，不起眼，路过的时候看到的。肉松小贝绝了。减少一个杯子，然后呢对我来说也是举手之劳。还有个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保温杯可以减钱啊，对，减四块，可以减少四块钱。然后艺术家嗨，哎，我都忘了是不是这边了，应该是的。就是如果你能坐高铁来看比赛的朋友们，好像对对对，是星巴克这边，就是下面地下一层有个星巴克，上来然后再上来是一个那个无印良品，然后直接再往上这一层是上三楼都是的。然后呢上海的防疫还是挺严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准备好你的健康码，配合测体温。那现在过来安检进来了，可以看一下应援台，我们这边应援台这边是超级多人在排队的。看那个摄影小哥，摄影小哥是在应援台的镜头。阿哥，我跟所有人，我问所有，我问很多选手，想吃什么？是他们都不喜欢吃那种东西，口味差。愿意尝试一下，是很奇怪，我觉得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吃完了，回去。
是 ID 都是，啊，是你的，是的，是你的，啊，谢谢谢谢，有没有中？啊好。你迫不及待了吗？喜欢的辣椒有了，对，我喜欢的辣椒，喜欢的辣椒有了。他现在加点辣椒才很香，才有味道吗？看起来好看。对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，聚焦聚焦一下。要直播吗？嗯。这一个手挡在前面。挡在这里头。看一下这里。我说看直播看太多了。那个就是这样啊，看一下这里。别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吃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可以吃吗？年糕可以吃。怎么可能？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么好吃吗？看一下。年糕是年糕，是年糕。蓝可碟，蓝可碟。哦。好像可以吃。这是什么？雪人面。水冷面，水冷面。每次吃烤肉都喜欢点水冷面，我怎么拌冷面一起吃？吃起来，吃起来。能吃到肉，我们吃的非常饱。来摸摸你的肚子。啊。摸摸我的肚子。啊。摸不到。啊，今天为了庆祝这场胜利，我们吃了一碗那么大的大肠，然后非常好吃。下次可以再来，我觉得这是一家很值得二刷的店。你有没有什么对观众想说的？拜拜。这么冷漠吗？不是，你抢我的热度还让我说话，你这个人家小公子。营业一下，营业一下，你应该做说，啊、哦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，嗯，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，支持我们，点赞、投币、分享、转发、四连哦，爱你们。好恶心，好恶心。点赞，滚。恶心。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再更新这个 vlog 了，但是一定会努力更新的。下次一定。下次一定。下次一定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